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N2 的钱毅，大家也可以叫我多多。我这个人是一个具有幽默感，但是笑点却极低的人。然后平时喜欢唱歌，大家有什么不开心的时候，我都可以唱歌治愈大家哦。然后说到这次总选举，其实我现在内心是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有压力。以前看前辈们他们总选举的时候，我都为他们捏把冷汗，然后现在自己居然要参加总选举。不过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要开心快乐过好每一天。然后大家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，对我有什么想法，都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跟大家多多互动，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家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传递心灵了。然后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多多支持我这个多多，谢谢。